前奏一起，脑海里便已经浮现出《还珠格格》里众人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这首承包了几代人回忆的主题曲，原唱者却被盖过了风头。这位琼瑶阿姨御用女歌手在歌坛浮沉多年后选择为爱隐退，31岁为了成为一名母亲勇敢做试管婴儿，如今复出开演唱会门票一抢即空。我是阿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不知名天后李翊君。歌红人不红，典型代表。和许多偶像剧一样，当年还是学生的他陪姐姐去选举，却没想到因为贪新鲜翻唱蔡琴的《最后的一天》而被选上。随后在老师与唱片公司和父母几度周旋沟通下成功出道，18岁的他便因为一首《评剧》而一曲成名。这首歌曲调虽然是悲伤缠绵，但歌词却简单平实，朗朗上口，配以李翊君纯净略带民谣味的音色，让整首歌曲比起悲伤更多了一份豁达。只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后来他的专辑基本一年一张的发着，名气也变得更加大。在1990年1月1号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李翊君所发行的国语专辑《这样的我》销量直接突破100万张，一下子把他推到了知名歌手行列。其中梅艳芳的《夕阳之歌》国语版本《风中的承诺》更是风靡一时，成为了 KTV 点播率极高的歌曲。曾经在雨中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曾经在风中对我说，永远不离开我。同年李翊君还迈出了他作为琼瑶御用歌手的第一步，演唱了琼瑶剧《六个梦之婉君》的同名主题曲《婉君》。他那清亮宽广又细腻的嗓音配以煽情的诠释方式，让歌曲不仅得到了琼瑶的认可，还得到了普罗大众的认可，并且因此打开了在大陆的知名度。随后就开始频繁地为琼瑶剧演唱主题曲，其中就有《还珠格格》的片尾曲《雨蝶》。1998年，随着《还珠格格》在全国的热播，而这首由琼瑶作词、张钰作曲，曲风温柔缠绵，再配上李翊君独特的嗓音和对歌词的理解后深情的诠释，使他也火遍了大街小巷。如今只要前奏一起，仿佛便带我们回到了以前每年夏天准时坐在电视机前收看的童年。然而李翊君却选择在事业上升期为爱情毅然退圈。嫁给21岁老公后退圈，如今复出演唱会门票一抢而空。早在李翊君还是新人时便认识了她如今的老公简昶，在经历了8年长跑后，两人终于在1997年喜结连理。但由于两人一直都不愿公开，使婚纱照挂在了房间里，成为了闺中秘宝。两人感情一直都很好，但是李翊君却因为身体原因迟迟无法怀孕。为了圆自己当一名母亲的梦，2000年她冒着高龄的风险尝试做试管婴儿，更在上天的爱怜下一次便成功。为了生下这位来之不易的孩子，她便放弃了事业，专心在家安胎。次年顺利产下一名女婴，并取名为香奈儿，或许就是希望这个宝贝能在充满爱的家庭下成长为一位高贵大方且有自信的女孩。这个意外惊喜让恩爱的小家庭更加温暖与幸福。一转眼，女儿已经长大成了一位亭亭玉立的美女，还遗传了妈妈的优良传统，在音乐方面有着不错的造诣，不仅与母亲同台演出表现惊人，还与欧阳娜娜一起入读音乐名校伯克利音乐学院，想必之后也会继承母亲的衣钵成为一名优秀歌手。
如今渐渐脱身的李翊君重拾自己的事业，并准备12月5号即将到来的演唱会。只是没想到退隐多年的他影响力依旧还在，门票一经发售便一抢而空。出道30年，李翊君用他成熟内敛的声音形成了独特的意式情歌风格。从婉君到雨蝶，过去了一个又一个年代，经典却依旧不朽。而他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声音，总能轻易地把我们带回那个属于大家的青涩年代，也让人无限怀念当年那个无忧无虑，能被剧中男女主的虐恋轻易骗走眼泪的自己。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是太安稳的誓言，我握不住也看不见，最后随着浪涛消失不见。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是我要的。